点啊？啲狗唔捉色喎，唔捉色咁点卖啊？攞出嚟啊！爱佢啦！ 都好多銀喎，嚇！銀係 A G 啊，銅係 C U 啊，中學冇讀過咩？喺邊度買㗎？唔係深水埗用開嗰間金鋪咯，梗係恰你唔升呃你啦，攞條新嘅嚟用過啦！頂你個肺啊！聽日揾人燒咗間鋪去，燒乜嘢啊？攞條荷里士嚟啦，快啲啦，交貨，聽日趕唔切啦！ 地方嘅金條咧做到咁細嚿咧，好考功夫，一價比較高，所以最抵買最保值就係買一公斤。其他地方用咩金整我唔知，但系咧我哋啲金咧一定要用荷里士，保證99.99，即係你買嗰啲啊。我哋啲貨咧好足噶，純度最高，啲客買啲飾金啊、龍鳳額啊，啲錢都去曬手工度。佢哋買金咧，個求利潤要高。 所以我哋啲貨咧，純度一定要夠足，啲大客先會翻轉頭。知唔知點解長方形啊？方便出貨啊！唉。